我们来到单双组的第四组，我们的队伍名称叫飘飘飘飘飘，我们的表演名称是，虽然今天不是星期五，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参赛者出场呗，掌声欢迎。介绍一下，
飘飘。今天看到很多熟面孔，看起来有很多很过来的朋友，谢谢你们愿意来这边，不管是看我也好，还是看其他人也好，就非常感谢你们现在站在这舞台底下看我表演，谢谢。今天很开心哦。那今天的这个作品的主题跟这边主题是什么呢？它是 Honey Woods 里面告白实行委员会里面的一个叫做陈涵室内的角色，他是一个模特，站在我们台下，超可爱的哟，超可爱的，可以的。那今天的这首歌的主题是，虽然今天不是礼拜五，因为其实金曜日在中文里面是礼拜五的意思，但是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可能会有点奇怪。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挑了这首歌。哦，那既然给你一点时间，自己拿个票。投给我在1月11号之前，先投给我。哇，你直接 Q 到，哇塞，真是很厉害。有啊有啊，不错不错。那再说说你是第几组啊？我是第四组，记得投给四号，谢谢，谢谢。